是学校里的校草校花吗？还是你有着令人惊讶的特殊才艺呢？或者是你的言论常常令大人们招架不住？小宇宙三十三号强力征求10到15岁国中小学生相关讯息，请拨打电话或上小宇宙三十三号粉丝团。格局随便摆，祸从天上来。那屋主可能就想说把它包起来，让人家看不到那个厕所门，他就包了一个半圆形的那种柱子。那一天是只是入宅，我的东西通通进去。第二天我就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，我就脑出血。今天晚上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您现在收看的是超级电视台。您觉得 A 再来还是 B 呢？有请抢答。什么？你们还在听他讲？等你终于抓到题了。A 呀，好的，答案是。就是 A， 在料理之前呢，将我们的川鸡放到水里面泡10分钟，就可以恢复翠绿喽。这个刚刚做法 B 我们应该有提，我任何的叶菜类可以冷，千万不能放冷冻。对，哦，那至于他刚刚其实有提到的小黄瓜，其实也不是只有小黄瓜，任何的青菜都一样。你如果它有一点软趴的情况之下，你要先怎么？先把它泡在水里面，让它充分去吸水。那当然川鸡我们没有要生食的，可是如果说你要生食的沙拉的话，你还可以把它拿起来再放到冰水。可是也不能放冷冻，因为一旦放进冷冻，它就整个就冻伤了，出来那个菜就不是绿色，变成有点像烂烂的半透明，对，那个菜营养成分也没了，然后口感也不好。嗯 ，OK， 哦，好的，请可兰宣布一下这两个回合的积分是多少？好，两个回合的积分呢，我们的真理姐是1分，我们诺哥有3分，我们英文是2分，所以是真理姐要喝我们的川崎姜汁。有点辣哦，这个还可以啦，这个还可以啦，就姜多了一点，川鸡少了一点。对，哇，好香，真的好浓哦，哎，真的很香哎，对，都姜味。对啊，很香哎，像那个姜汁的感觉。可以啦。对哦，妈妈阿莎莉耶哦，没有在。干的，很辣哦，有点辣。有点而已嘛，有点。很想要不要来一盘那个面线？这个应该淋在面线上面，应该会比较好吃。每次看到珍妮都是笑容可掬，第一次看她脸就跟包子一样哦，可见应该是蛮辣的。有点。哦，这个是处罚啦。那接下来我们该吃点好吃的。好，马上进我们的健康上菜。今天要做的是这个秋刀鱼的川崎荞麦面，哇哦，是做法是有点像和风的意大利面，但是意大利面有时候大家不是特别的喜欢，所以我们今天改成荞麦面。今天怎么吃呢？我觉得这个菇长得超可爱的，我以为只是川崎烫一烫，再翻了它会掉光光。我以为川崎烫一烫就怎么可能是有川崎烫的？那我怎么对得起大家？我觉得荞麦面对不起我，你这样子我吃不到。我当初在想菜，但是也不知道你是最，你没猜到那个荞麦面好好吃啊。对呀。我想说你们就川鸡烫一烫吃就好了。什么时候我们做菜做这么随便的？你这荞麦面是自己手工做的吗？哇，这个没有，他自己跳翻面呢。最新的锅子还活着，还活着，好好笑。哇塞，好可爱啊，他自己翻面呢。哦，那这个留下来有用吗？这个啊，这个秋刀鱼最好吃就是这个肚子的跟肝的肝，代表它的甜度啊，那我们来自于人家说这个大人的味道就来自这个东西。是。哦，那我们现在先把就不用煎到太熟，没关系，先把它拿出来。对。然后是不是里面就有一些香油跟秋刀鱼的油？对。然后用这个油再来炒。哦。好，这个是洋葱进来，先炒洋葱。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来煮面。嗯哼。来，盐巴的部分。煮面我们都放点盐啦，哦，这样面会比较扎实一点，而且比较不会吃水。是，你需要助手吗？我帮你煮面。你帮我煮面，他边煮边吃哦。面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，是，整把。所以就是因为简单，我才能做啊，太难我还不行。好嘞，这个是红喜菇，菇一样把它放进来，在炒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多汤就比较容易炒出来，嗯，香气也会比较油。哦，好香。洋葱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，对，真的。好，然后这个是柴鱼汤，没什么缺点，只有臭而已，就吃嘴巴会。它煮熟了，煮软了，臭味就甜，不要很甜。洋葱汤哇，真的超好，它一定要煮熟哇，煮熟真的太迷人了。那这边有一些海带芽，直接把它放进来。
增加它的海味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那你看这个，如果你喜欢喝味噌汤的人，这个放味噌就是一个放味噌汤，对，正点。你可以闻看，现在就是非常和风的味道。哇，好香啊！真的，好正点，好正，好香啊！还带洋葱，都还没调味哦。感觉好像那种盖饭上面淋的那个酱也很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川七放进来。哇！所以你可以看得到，川七并不一定要照你炒麻油、炒姜、炒到让它腌出来。哎，对，这其实是水煮，可以加豆腐吗？豆腐，你说现在吗？煮汤可以加豆腐，现在不要加了。是啊，对，感觉好像加豆腐很对味。哦，这个是我最爱的。好，把它捏碎。喜欢大人的味道。口感吗？口感。这个这道菜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啊，就不成立了。真的？因为你想想看，你的那个秋刀鱼就那么小小的几片，怎么在里面会有味道？是。哦。干，把它放进来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那个面又下去吸它的汤汁了，也太令人感动了吧！很有咬劲，对啊，好简单。它会因为刚刚水加冷水这样进去面里面加比较多次，会更有嚼劲吗？不会。可是，所以它嚼劲不是增加嚼劲，它是怎么样？它是因为你放进去之后，因为我们在受热的时候，外面的面受热，它的淀粉就开始一直软化嘛。嗯。那你软化的时候，如果说你没有放水下去的话，等到里面面筋煮透了，外面的面粉已经都糊掉。烂。对，都烂。所以我们把它放进去，只是让它减缓它的这个面淀粉的糊化。那所以你会认为说，哎，好像是嚼增加嚼劲，其实它是不会增加嚼劲的。我今天的。量很多哈，对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通通有奖，秋刀鱼摆上来，对，秋刀鱼，秋刀鱼，秋刀鱼。好，今天的这个秋刀鱼的川七荞麦面就完成了。哦耶！我们来试试看哈，这个。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好不好？原本以为是我吃不到，没想到不是哦。川七。加上这个面一起吃哈，哦，好香哦！天哪，还有秋刀，今天护大肠啊，防便秘。嗯，哦，天哪，好脆，好吃哦，好吃哦，嗯，很好吃，很甜嘞，好鼓励我，嗯，小麦面很香，然后那川七跟那个洋葱煮出来的那个味道融在一起，又被面整个吸进去，它很清爽，但是并不代表它没有味道，好甜哦，它味道包括荞麦面的味道，川七的海苔啦，还有刚我放进去那个秋刀鱼的干，就一点点，但它其他的纤维，所有的纤维都在里面，对啊，而且感觉一点负担都没有，一点油都没有加，你只要知道说我们在试吃的时候。潘老师不讲话，把它吃完就代表这个面他很喜欢。对对对，只要面食对他就100分。不，这川鸡真的好吃，因为我大概是第一次吃用煮的，以前都是用炒的比较多，对，都是炒的，但是没想到煮的那么好。对，因为川鸡的那个滑口度跟刚我放那个海带面又很接近，所以它里面的这个粘稠度会让它这个面啊更好吃。等你太久了，吃饱了。好，吃好，准备要送锅头，没有送锅头，来送锅头。所以希望大家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然后来保健我们的大肠，然后任何人可以帮我们的便秘。好，今天都谢谢三位了，谢谢。那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食材健康，让我们教你如何吃出好健康。那么再见，拜拜。再见。实在讲不完，健康大会考。今天的题目是：川七呢容易脱水软趴，在料理之前呢要怎么样做才可以恢复它的鲜绿呢 ？A. 泡水10分钟 ，B. 冷冻10分钟。知道答案的你，赶紧上实在有健康官方部落格回答正解，就有机会获得实在有健康2新书，还能到新书签名会现场玩游戏、拿大奖、吃美食哟。等你哦，快点来哦，耶！对尘螨来说的话，会拿棉被啦、枕头被啦去晒，那个没有用，没有用哦，因为那个温度啊其实不够，你要把它放到黑色的塑胶袋、垃圾袋里面，把它封死，因为黑色会吸热，因为尘螨过50度它就会死掉。下周一下午6点，晚上10点，超市实在有健康。接下来播。